婚姻有压力，可能会发现一些对方的秘密，导致自己非常敏感，并有紧迫和危机感。说话的时候可能被一些细节干扰，总是要重复很多次，为工作带来压力。投资运好，有收益。月亮进入摩羯，并与冥王星汇合在一起，同时四分天王星，情绪可能会自我管控得很好，但内在还是多少有些压抑，总是能够预感到危机的存在，也喜欢用一些传统的腔调去控制他人，自我突破有压力。火星最后一天在天蝎，只与水星四分，言语中容易有冲突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